个洗衣手机，然后这个不讲。然后，对，就是我跟他在班上表演班比较紧张，因为就是大家有些人有听音乐，有些人没听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呈现才会让大家觉得比较习惯。但是我还是写一首，然后昨天晚上写的，但是很短，但是希望大家可以进入这个感觉。然后我没有那么会唱歌啊，因为我不是专门唱歌，但是我还是创作，对。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听一下。好，掌声欢迎。后来睡着了，谢谢大家，好。